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5月22号星期六，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。洒脱，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让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的合上双眼哈。那么就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，眼皮慢慢的垂下来，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，我们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，轻松的闭起来，然后我们就采取自己感觉最轻松、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。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应该是在家里，所以我们舒舒服服的坐就可以。要单盘、散盘、坐椅子、靠背或者没有靠背都可以，主要的就是我们坐下去了，自己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，不容易酸、痹、麻、痛，感觉全身慢慢的放松，身体的放松会让我们的心比较容易静定下来。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仍然僵硬的话，仍然感到酸酸麻麻的话，我们的心就会来执着这个身体的酸痛。所以我们来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调整身体啊。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调整身体，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，额头放松，眉头也放松，眉间的肌肉也跟着放轻松。哪一位在无意中有皱着眉头的话，当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就把它放轻松哈。鼻子、嘴巴、牙齿、两边的脸颊也跟着放轻松。
我们的脸上有含着笑容，这个微笑它有很大的威力，可以让我们脸上的肌肉更加轻松，它也会带给我们正能量，好的心情。颈部也放松，两侧肩膀，两侧肩膀我们就观察一下，它有没有在无意中提高上来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放轻松，手臂、手腕、手掌，直到我们食指、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。我们的身体里面感觉它是空心的，也就像我们看到透明清澈的肥皂泡。我们体内没有任何内脏，没有任何五脏六腑，所以无论是胸部、腹部，直到背部，我们感到完全放轻松。我们静坐的时候，除了放松以外，还需要有觉知正念。所以我们来调一调我们的背部哈，因为背部太松也会容易打瞌睡，太直也会让我们没有感到轻松舒服。我们调一调，慢慢来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正在休息。腰部也放松，两只脚、大腿、小腿，直到我们食指、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，全身都放轻松。我们现在就不管我们的手怎么放，我们的脚怎么摆，也不会担心我们的坐姿标不标准、好不好看，都没有关系哈，因为我们现在在休息，所以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就可以了哈。然后我们来深呼吸两三下。我们呼吸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
无论是身体或者心理，能够更高一层的放松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哈，我们又深又长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。我们吐气的时候，就把内在的紧张、所有的负能量全部都排出来。我们就是有智慧的人，所以我们就把所有不好的都排到外面去，里面只保留好的心情、正能量哈。我们来再一次最深、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再一次最深、最深的吸气，然后再慢慢的吐气，感觉轻松、舒服，感觉全身都失败，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，现在我们坐在宇宙的中央，我们在这里，周遭的没有任何人事物，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坐着休息，在这里坐着休息，好像我们的身体能够慢慢的浮上来，因为身体已经变轻了，身体好像没有什么重量了，因为我们调整身体，调到我们可以体会到最深层的放松、失败、失败的。然后我们试试看啊，我们现在试试看，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上。舒服点可能在外面，在身体里面，或者在我们身体的中央处，我们把心放在舒服点，哪里都可以啊，只要自己能够感觉，我把心放在这里，没有勉强的感觉，而感觉我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定在这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也就像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房间，房间里面都准备好了，清洁好了，
什么东西都摆得很整齐，我们就想进来休息。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当它轻轻地碰触舒服点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我们的心能够回到家了。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的心真正的休息，可以让所有的念头全部都放下来，而感到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ด้อ舒服感会慢慢出现，自由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扩展扩大，能够渗透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感觉这样做，我们的心感到愉快、开朗。其实我们的心是喜欢这种宁静的感觉，我们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ด้อ坐好，สบาย最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，有轻松舒服的感觉，有简单的感觉，有慢慢来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简简单单的做，舒舒服服的做，也是慢慢来的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静坐的一路上，从头到中都感到สบาย，越静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，越做越静定，我们的心里会更สบาย，好像我们的心能够享受到来自宁静的快乐，身体放松，心中放下，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เด้อ。接着我们就各自练习一下哈，
宁静，轻松，舒服。我们的心仍然宁静，定在说佛点那里。接着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幸福。也就是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啊。我们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就会慢慢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。再扩展、扩大，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。再扩大到全世界，整个宇宙，无数无量。的宇宙，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啊，那个众生正在受苦，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。那个众生正在快乐。我们就愿他们更快乐，愿所有的战争、灾难、疫情都早日消失，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哈。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的家庭，终身行善，不要造任何恶业，有清净的身口意，也愿我们能够当自己与他人。的善知识，终身行善，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。当我们修行静坐的时候，也愿我们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。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。供养给我们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，每一尊辟支佛，每一尊阿罗汉，也给我们每一位导师，有龙婆祖师、法身师父、龙婆他们是有。长老奶奶等等恩人，然后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，以及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，愿他们有更好的生活。能够回到人世间修功德波罗蜜，然后接着我们就各自发为善的愿了。เอพุ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ันจะยังพลัง
อรหันตานันจเตเชนะรักขังพ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สั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ตถ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ง请大家以最欢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三途。今天大家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感到从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庆幸能够多活了一天？有机会修功德波罗蜜啊！今天龙碧啊，有讲老奶奶的故事了哦。老奶奶有很多让我们感动的故事。今天有一位啊，有一个故事有关一位阿姨，叫做啊ประยงอาอี啊，ประยงอาอี。他是农夫，住在寺院附近的啊，做田。他来寺院的时候啊，因为他家境也不是很好，所以他是用体力来修功德啊。然后当遇到老奶奶的时候呢，就去听老奶奶开示，或者老奶奶会有一些话呢。教导他，老奶奶常常跟他说：“奶奶把周遭的都当做功德，都当做修功德的。比方说，拔草、种树、捡垃圾，都是功德。”ประยงอาอี听到了就意念哦，我现在正在修功德哦，不是在工作，而在修功德。有一天呢，阿姨她听龙婆塔达开示，龙婆塔达有提到一个词，就是我们佛法有八万四千个法门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八万四千个法门啊，他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就有一点啊疑问呢、啊。什么叫做法门？法门是东西吗？还是什么？他回到家啊，去做田的时候，就一直在想这个。什么叫做法门呢？又不敢去问龙婆塔达。时间隔了，差不多三四天，因为那个时候又忙着工作，没办法每天都来寺院啊。当时间隔了三四天的时候，才有机会啊去法身寺。当他骑脚踏车到法身寺的时候啊。他就发现，老奶奶好像正在站着，等着我来。当他看到老奶奶的时候，老奶奶就马上讲：“你啊，其实法门的意思就是清净的身口意。”不需要问啊，就老奶奶马上帮他解答了这个疑惑，好吗？这样我们听开示的时候不用问啊，就马上解答心里面的问题啊，所以老奶奶就这样很慈悲的教导弟子啊。明天是星期天哦。如果哪一位方便的话，我们一起来静坐，就是
我们跟泰国那里同步静坐哈，就是早上10:30啊，然后我们就啊全体一起静坐，这样会有啊全体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法喜的静坐啊。今晚龙披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，祝福大家。晚安，明晚见。